嗨，朋友们好，我是索菲亚。今天的口语发音技巧是连读和试爆，希望你喜欢。OK，Let's start. R. 二 you awake 你醒了吗？首先，我们把每个单词读准、读准确、读清晰。Are you awake？你醒了吗？它的句尾呢是升调。Are you awake？Are you awake？Are you awake？现实中，这句话呢，常常读作 "Are you awake? Are you awake? Are 弱读为 are you 这里的 u 弱读为 a，所以它读成 ya。Awake，后面这个 k 可以失爆，失去爆破呢，指的是你的舌位在发 k 这个位置上，但是呢，不把它发音，把它点到为止，控制一下，要发 k 还没有发 k 的时候，把它憋住气不发音，把这个位置留出来。Away, away。最后呢是升调，连起来。Are you away? Are you away? Are you away? 那么它的重点呢是 way, way。这个是语调啊，要比前面的要高一些，它的音高。要高一些，做一下它的强调。Away, away, are you away? Are you away? Are you away? Are you away? 好，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口语发音技巧：连读和试爆。你醒了吗？首先，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，要把每一个生词读准，读得清晰。Are you awake？句尾呢，用升调。Are you awake? Are you awake? 那么，现实生活当中呢，英美人士常常把这句话读成 "Are you awake? Are you awake? Are 弱读为 are you。"弱读为 ya awake，它的重音呢是在 way 这里面，前面的 a 比较轻，而且呢 k 做一下失爆处理，就是口型摆出来，
憋住气不发音，把位置留出来。away 连起来，away，away，away。你学会了吗？好，今天的口语发音技巧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Thank you. Thank you for watching. Please subscribe. See you.